这是我第一次云顶雪山。我总觉得，这是我第。 Thank you.
看来可以用这个送你们上船。这木杆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你怎么上船呢？刚才看到的木杆或许有用。我去棚内开船。终于来了。背叛的后果你很清楚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，何况他的。江湖只知道青衣楼的刺客令人闻风丧胆，却不知道青衣楼的幕后还有直木关。人人都说青衣楼刺客从无失误，但我知道青衣楼刺客曾屡屡失手，甚至命丧当场。为他们善后的是直木关无命。你也应该知道，直木关不但为青衣楼善后，也为青衣楼扫除叛逆。我知道，从我离开青衣楼的那刻开始，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那你为何还要背叛青衣楼？也许我想争取一个不一样的结局，也许我觉得世上有东西值得我不惜一切要去守护。你有想守护的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你要活着才守得住，但你活不下去，因为我想要你的命。Yeah!
不是青衣楼最强的人。不，青衣是青衣楼最强的刺客，但现在的他赢不过我。拥有牵绊的青衣只是凡人，把这姑娘绑上。至于青衣，我会亲手处理她。莫离，我的剑是否在这些木柜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青衣没死？前面的房间锁住了，莫离。他没骗我，无名对你说了，他说这像无名说，无名还他期待你。无名，虽然我觉得我们尽量避走。
他们。拖住他们，等直木关来。何处？我忘不了。那你去。我说，我不是。我也怕。